哎，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到欧洲来这几天，将近一个礼拜，我遇到几件事啊，你们都没看见我。嗯。就其中呢，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辣盖个商场门口啊，垃圾桶边头吃香烟。嗯。来了一个欧洲流浪汉啊，看上去好潦草，你信不那个对吧？一看就是流浪汉呀。嗯。一般欧洲人还是可以的。嗯嗯。一跑过来的话，先摸摸我头。门前头个人头，前头人拒绝伊，一看收拾，伊又跑到我后头来，因为阿拉两人来吃香烟，跑到我后头来，上海牙刷不是眼头眼到你啊，上海牙刷装糖，拿只糖去拨伊，对不啦？伊你笑伊啊嘛，就做搿动作，我想讨香烟对伐？我心里想，不要惹麻烦对伐？那人家前头个人勿拨伊，我也勿拨伊，我 no no no。他也不纠缠，转身就走了啊，这个事就结束了。骨头兄，这个还老我说的，我到人家搿种喏，就有桌子有椅子的，人家经营上说的。我跑进去坐了个互相伊对着头一回讲呀，我想装起老当，懂不啦？没人管我。过了好长一会儿时间，我抽了两支烟了，有人跑过来。意思搿搭要消费的，勿消费。你拨侬张彩单啊？没拨彩单，意思侬消费啥物事的，就搿意思。我讲没，我坐到该休息休息。嗯。伊讲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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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好 no no no， 好好，再会再会，我一会儿还吃饱了。侬用上海话跟伊讲啊？对呀，去跟阿讲呀。我就讲哎，上海呀，是自家老的呀，对伐？别侬装洋话的，别侬侬讲侬我听勿懂，我讲侬。哦，侬意思搿搭勿好坐，对勿啦？搿搭要消费的。根本我立起来暴露，懂了，更不得噶。是呀，侬不管我，不打我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上海亚洲为啥这个没老呢？看到地朗向有香烟抽头，看到的，哦，搿搭好吃香烟，我也吃。嗯。我搿老吃，我也勿吃。啊，勿大不去犯规，对吧？对个。嗯。还有一次呢，就到亚超超市门口。嗯。也是碰着一个。这女的在等下嘛。辣里辣这个头朗向包个头巾。嗯。拎了只老破个，屋里龌龊个。哦，就是亚超，上趟去亚超搿搭是搿个样子。哦，对，埃面搭我也碰着过人个。碰着啥人呢？我勿是立了亚超边头门口吃香烟嘛。啊，埃面搭人蛮多个。伊跑过来意思，哦。意思是勿好吃香烟。哦。我想侬戆着这个，搿只香烟偷侬看叫，哪能勿好吃香烟了？所以我讲哦，勿好吃香烟啊。哦哦哦，反正伊刚好转身跑脱了，我可以。东吹西吹，还是个流浪汉，也无奈帮伊。我想你又不是警察，又不是保安，对不啦？搿只地浪向香，埃面搭吃香烟，交关人吃香烟呀，好吃个呀，啊是呀，吃老酒吃香烟，埃面搭多啊？啊，多管闲事个朋友。哦哦。所以我想，欧洲也有也无奈。是的，不过呢，搿搭有一眼人，侬可以看到伊是精神勿大正常个。哎，有可能。我也碰着过，就讲，哎，是的，就搿侬一看嘛，就哎人又老奇怪，侬勿一定要语言才能够沟通哦。对。有辰光看看就晓得了，心里就有底了，对吧？对。好，侬吃伐侬？就是。哎呦，搿就哎呦，我勿是外婆要讲啥，外婆讲哎这个菜蛮好吃哦，阿拉爷讲啥，再来点情怀更好，外婆讲啥，再来点酒屎。伊我以为伊要讲酒屎，酒屎晓得吧？酒屎，女的一讲是 juice 饮料juice。哎呀，阿呆了你啊！我听不懂呀，我以为侬讲酒屎呀，我想酒屎上普通话哪能讲啦？酒席。塑料话我讲出来老好听。你还得以为伊讲酒屎。酒个屎，酒没有屎的，酒最多有酒醉的多就叫雅布斯。雅布斯是上海人起出来个茶哦。啥叫雅布斯晓得吧？雅布斯呢，那俺们吃的就是雅布斯。雅布斯就是侬夜到头出使用的搿只物事，哎，就是叫雅布斯。雅布斯呢是人家对喝酒的人的厌恶。我整天吃老酒，吃的雅布斯，搞不清楚啦，这是对喝酒人的不尊重。侬讲外公吃的啥？侬讲外公吃的啥？情怀，一喷饭了，看到马上要喷饭了。外公吸的是什么啊？寂寞，对不对？他也喝情地呀、啊。情地什么呀？就情怀的地。情怀拉地呀。情地。啥那干嘛？好了，啥都怪他了。哎，等等。哦，再讲句。他也打烦恼。打烦恼啊！打麻将，打麻将，打的是什么？我说打的烦恼。
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